唱一首励志的歌曲。这首歌是关于我的理想的一首歌，然后它一直激励着我，让我想成为一个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个栋梁之才。18岁那年，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，一直不好意思把它交给党支部。无数次我把党的章程认真读，总觉得离党的要求还有一段路。父亲是个老党员，对党的感情很朴素，他给我看他当年写的入党申请书，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对党的感情要有深度。无数的先烈为党的事业洒热血抱头颅，功名利禄全都不在乎。党员是什么？是人民的好公仆。党员是什么？是百姓的主心。是人民的好公婆，然后党员是什么？是百姓的主心骨。好，我来问你们要答啊，一二三，党员是什么？声音太小了，东的把他们拉出去，毙了。再来一遍，大点声，一二三，党员是什么？是人民的好公仆。党员是什么？是百姓的主心骨，是飘扬的旗，是挺立的树，是照亮别人燃烧自己的红蜡烛。党员是什么？是人民的好公仆。照亮别人燃烧自己。
激动。正是出刁民，要维护稳定，割掉眼和嘴，云散烟消去。气壮山河外，叱咤风云里，外围无敌手，内患已清晰。人皆吾不忍，何谈出明镜？斗胆投所问，卢靖已分身。生活在盛世，